心大家最喜欢听到的，便是明星感情生活中的各种新闻八卦，就连结婚后的明星夫妻也不放过。如今圈中有不少的夫妻家暴事件发生，而且下手是一个比一个狠。今天小编就要说一位在圈中因为把老婆打致流产之后，因为舆论被迫离开娱乐圈的一位男明星，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是销声匿迹了。刘周成原本是至上励合组合中的成员，作为人帅哥也红的一个男星，他唯一也是最大的污点就是因为家暴差点断送了自己的星途之路。2015年，刘周成和圈外人李慕瑶结婚以后，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刚开始有好爸爸人设的他，时不时的在网上晒娃，但是他们才结婚了没有3年，李慕瑶就在网上发布了离婚声明。他们离婚的原因是刘周成在李慕瑶怀孕后6次甚至更多次的对她实施家暴，并且还导致怀孕了3个月的李慕瑶流产。而且打完老婆的刘周成后悔了，就开始发短信讨好她，屡教屡烦的样子实在是让人厌恶。2017年，刘周成因为外界舆论被迫离开了娱乐圈，离开待了10年的至上励合组合。但是对于这种社会毒瘤的离开，大家并没有感到惋惜，反而是觉得刘周成活该。现在的他已经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中，再没有出面上台的机会了，而这也是刘周成一手造成咎由自取的结果。除了家暴的男明星外，其实一个18线开外的小名气男艺人也曾对自己的女友毒打过，他就是白百合在泰国被曝出轨门的那个小鲜肉张爱鹏。